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士。啊，这个过完年还是阴雨绵绵啊，真的是就堵烂的呀。刚刚李士去针灸，其实最近这两个礼拜啊，这个右肩颈起床都会麻麻酸酸的，怪怪的。不晓得是练太大还是怎样，可是我觉得我也没练很大、啊，跟我的队友们比起来，真是小咖的啦哦。那今天李士要去哪里出任务、出外景呢？今天其实不算出外景，也是在室内。今天要来去参加嘎米台湾举办的室内登山王挑战赛预赛，那么要去哪里参加呢？要到他们官网去搜寻有配合的店家。那么刚好中立好朋友勋哥老管咖啡就是配合店家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前往挑战预赛 Go！真的是室内登山王、啊，这雨这么大、啊。的老管咖啡呢，有提供很好的场地，然后听说那个生阳单车的人也会来。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来安装一下试乘体验机啊 ，demo 最新款的哦。哇，今天这个勋哥还可以用大屏幕 ，VIP 级的享受啊。我们生阳的谢经理对不对？对，说是我的粉丝，我都脸红，好在戴口罩看不到。哦，稍微来讲一下这个预赛的规则。预赛好像就是今天2月9号到3月2号这段期间，看一下各间是有配合的店家去做打电话预约，私讯小盒子，然后使用这个 APP 进行他每一条长达13公里的挑战路线。那我听说去年的冠军就是我们的新竹一马初哥张浩翔先生，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好客户。他呢，只抓了18分钟就骑完了，够厉害的。那这个路线呢，从2月9号到3月2号这段期间，你都可以不断重复的挑战。那全国男女前5名就会在3月12号国际自行车节呢做总决赛。重点是参加这个预赛啊，第一个不用报名费，第二个还可以拿2个水壶跟抽码表的机会，而且码表还是机皇。不是鸡王，鸡皇，一个码表要22,000多块，够贵的啦哦！这个要花下去哦，那本要很粗呢。所以各位赶快预约起来，先别说会不会进决赛了，反正有东西好拿嘛。那么现在李斯就要进行换装，准备去进行挑战喽 ，Go！What you call an icon living? Start a record label, Misfits just did it. Nylon, couple 5 minutes. Whoa, we are too hot in the business. About to make a movie independent. 那现在呢，很专业哦，要先量体重哦。重点是农历过年后量体重，尴尬了，我也没量。今天就来看一下我变胖多少哦。哎、欸，过年真的有差哎、欸！看我过年前63哎、欸，现在64.9，哇哇哇，完蛋完蛋！不过我有听说啦，这个比赛的地图是属于丘陵，所以瓦数大用炸的，好像比较吃香。我马上挑战开始吧，现在热身。
三，开始。好，这边天下反攻。其丘陵地形的特性就是输出不稳定，要快的话，包括下坡都不能松脚，一刻不得闲。虐。勋哥在跟我说，最后还有一段短坡，要我注意注意，真贴心。哇，这滑行不行了，包括里面还有。OK。哇，心跳也是。终于爬完了，虽然是下坡，还是要努力维持瓦数，好累啊！两百，一百五十，一百五十，最后冲刺还可以上千瓦，感觉吗？太强了，看鬼跟鬼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操，这不容易，这很难呢。OK， 挑战结束了。哇，这个满地小啊！哇，这真的是在家骑不会骑到这样子呢。哦，来看一下这个成绩，鸟成绩啊！听说要20分内才够看呢、啊。哦，真的是，这骑起来真的不容易，看起来上上下下的，好像每个坡就用力踩，可是那感觉真的跟外面丘陵地是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它这个下坡啊，也要继续，就是你要快的话，下坡是不能停脚，而且瓦数还不能小哦，不单纯只是比爬坡的推力比。赶快去洗澡，不然等下感冒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洗完澡，洗完香香了，就来吃点香的。台南鹅肉饭，黑木耳，然后我记得我点一个，好像菠菜吧。噔，这样色香味俱全，再搭配一杯美式，完美的一天。舒服。好了，饭吃完了，来拿奖品了，有没有？骑完就有一个咖米的银色的水壶，然后呢，标记这个咖米台湾以及这个 TAS， 就会再送这个。这个是好像轮动台湾的水壶，半透明的，拜拜拜。重点是我一开始讲的，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还可以有抽奖的机会，而且是抽非常昂贵的 Garmin 1030，哇，这个一台就要22,990块啊！对，真的不便宜啊！所以这一机等于两机的价钱，所以一定要来参与这个活动，至少拿个水壶拼个抽奖。那当然还是希望各位拼决赛了。刚刚你是骑完了，有一些小小的这个路线小心得。攻略跟各位分享，其实他一开始啊，不要抓太大力，因为我看那个地图上上下下的，所以我想到每个坡就大力一点。但其实啊，他的下坡，因为我们用的机台是这个，刚才那个机台是 Neo 2T 嘛，对，所以我不晓得哇，他原来他下坡还是很有路感，也因为他下坡很有路感，所以各位也是要稍微适当的处理，不然你好不容易弄完上坡，你下坡反而速度出不来。那我刚才就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我的下坡好像，瓦数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到很高，我有录全程影片，
耍到满地小。那我有听说这个体重的设定啊，其实对这个路线有很大的变因。如果体重够重啊，加上你的瓦数够大，这个地图下坡其实是蛮多的。所以在下坡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的体重够大，瓦数够大，回转数没掉，其实在下坡的时候会有很大优势。他去年冠军的时间才18分26秒，我刚才好像骑21分17秒，我就已经快跟狗一样了。对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对成绩不满意，是可以重复的挑战。哦，不过呢，我应该是没那个时间了，因为我觉得好累哦。反正呢，我们就决赛见。这个到3月2号这个过程中啊，每个礼拜三他都会更新成绩，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在前五名。如果被刷掉了，那很抱歉，你想要在决赛，那就要想办法再挤回去全国前五。那在3月2号截止。那到时候呢，我还有范永毅老师，还有侯伊里铁人主播，还有我们公路指挥家曾伟庸，还有我，那我们是这个活动的大使，而且入围决赛啊，咖米还会帮你制作一套咖米的车衣库。那么在决赛进行结束之后呢，男女冠军出炉之后，森洋这边就会提供一台 Tux Flux 2 对，就是这一台，好，市值30,800块，超爽的，捡到100块咧！这个入围决赛的奖项还没完哦。如果你入围决赛啊，台南的轮动台湾在今年的5月7号会举办新玉门关的比赛，各位就可以获得公关名额一位，奖项是真的蛮多的哦。所以预赛的时间呢，就是从2月9号到3月2号，大家一定要好好记得。好，那么今天就是以上，李氏挑战这个13公里室内登山王挑战赛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喜欢李氏频道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我的 FB 粉专以及 IG， 也要记得帮我追踪、按赞，还有抖音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